熊，吃饭了。今天给你做的炒饭啊，然后你爱吃的毛豆，吃吧。怎么样？今天在学校好吗？开心吗？看你好像不开心呢。考试考多少？91分。什么？91分？91分？你还想去美国上大学吗？啊，你还想当医生？从来都不想当医生。你从来不想当医生？你不想当医生能当什么？你到大马路上扫大街去了？这简直是！我告诉你，你爸爸回来知道以后要揍你的。你赶快吃饭，吃完去做作业去，少跟我废话。吃饭吃得像要饭似的，你。算了，你别吃了，做你的作业去。盘子端走。阿雄，明天家长会几点钟开始？11点半。
OK。阿雄，你该起来了啊！我现在去参加家长会啊，听见没有？嗯，一会儿见。阿雄，你怎么还没起来？你知道在家长会里老师怎么说你吗？你生物才考了81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听啊？起来你哈，太过分了你！你知道老师怎么说你吗？你让我丢尽人了你！你叫我在人前丢脸！你爸爸赚那么多钱，就想让你上个好大学，你简直是人家孩子都上耶鲁、哈佛。你有什么用啊？你简直是一个废物，没用的东西，简直就是白养你了。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Sweet.